我觉得 Vogue 像是烟火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它常常时不时的给人很多的惊喜和惊艳的感觉。那今天妆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今天穿的是比较华丽蕾丝的裤装，然后今天希望可以带给人一种比较复古中性，但是又不失小女人味的上，然后再早上的高铁回来，希望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后我今天的装扮是就是比较属于应该说我今天是有生以来穿过最低胸的一次，其实觉得胸口还蛮凉的，就是有点害羞，但是希望可以渐渐带给大家一个比较小性感。拍的时候会耶，因为他年纪比我小，然后我很少拍吻戏跟年纪比我小的人结婚，所以我觉得算是有吃到小鲜肉的感觉。不太会报备，因为我觉得演员的工作本来就是这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他有些压力在吧，毕竟焦哥对他来说是前辈。好，看看我们今天的相机，也请各位可以挥一下呢。孟美如望向你的方向，中间看一下，漂亮小气的照片。没有拍到要挥手一下哦，向孟美如。看到左边，左边，来中间，右边，下面这边。还有谁没有拍到呢？来这边再一张，这边再一张。今天的时候，这边同事们请带孟美如来看展吧，谢谢。好，谢谢孟美如，谢谢。